大家平安。我来讲两项有关宗教的消息啦吼。第一项，伫今年这个暑假，伫 Kentucky 的一个 Grand County 吼，完成一个 Noah Ark Park， 就是讲迄个拿阿迄只大船的公园啦。啊，因去做这个大船吼，照创世纪的描写讲，长度是510 feet， 510 feet 是等于迄个脚球的一倍，搁一倍半，遐尼大啦吼。啊，高度是讲有差不多10楼遐尼高啦吼。啊，那迄个图看起来是安尼啦。安尼，啊，迄是伫今年暑假7月初7开幕啦。啊，是安怎开会讲用7月初7的？因讲嘛是经，因为创世纪7章第7节。讲起讲，拿阿甲伊全家吼，8人入去这只船啊，哦，都7月初7，符合着为着要符合这个圣经在7章7节啦。啊，搁这个门票40块，啊，这嘛是咧代表讲，迄只船吼，伫这个大水有。漂流40日啦，但是吼，咱普通的人咧读圣经无遐尼详细咧读，你若该详细读吼，这个故事是两个无同的版本合作伙吼，所以伊讲40日吼，但是你若看该读第7章24节吼，安怎讲？讲洪水淹没。这个大地150日啊，所以一个讲40日，一个讲150日啊。圣经学者甲咱讲，迄是两个无相的版本啊，一个是 J account， 啊，一个是 P account 啦吼。啊，伊是采取这个40日较普遍的讲的，啊，收40块啦。伊若讲要收150块，迄个伤过贵啦吼。对开幕起吼，讲无到2礼拜，两个月吼，已经有35000人吼，对美国各所在来啦，对世界各所在啦，啊，中国的观光客也是真侪去咧参观啦。啊，讲预测每年的这个游客吼，有200万人啊。这个诺亚大啊，那啊。方舟的这个设计人吼，创始人吼，是个创始人叫做 Ken Ham 啦吼，这个人是出世伫澳洲啦，是一位基督教基本教义派的这个信徒啦。啊，伊伫澳洲的时候是中学咧担任科学的。诶，这个老师啦，但是伊对现代的科学话拢无要接受啦。伊来到美国了后，有创办一个机关叫做 Answer in Genesis 啦，创世纪的解答啦，讲创世纪甲咱解答这个宇宙旁边的代志啦。伊伫9年前吼，2007。已经在 Kentucky 的 Petersburg 已经完成一个无相的 museum， 叫做 Genesis Museum， 创世纪的这个博物馆呐，内底有亚当夏娃，啊有这个恐龙，啊伊今年佫设这个。Noah Ark Park 啦，伊相信讲宇宙是上帝伫6000年前创造的啦，6000年前宇宙的开始。
伊无要接受现代科学的理论。那照现代科学的理论，这个 Big Bang 是大约138亿年前发生的。伊也相信讲6000年前吼，上帝当时创造人，啊加这个恐龙啦。所以在伊只这个那亚的方舟内底吼，冇恐龙在迄内底啦。那照现代科学的这个知识吼，这恐龙大约是2.3亿年前才出现的啦。啊，大约是6600万年前才消失的，但是伊相信是6000年前含人东西创造的啦吼。啊，这只那亚的大船吼，分作三层啦。照圣经安尼描写有三层啦，上低是一座这个人造的各种动物啦吼，拢一对一对啦，公的母的也一对啦吼。但是你若详细读起的这个故事吼，我有讲起讲这是两个无相的版本来合的吼，所以。另外一个版本写起来吼，唔是安尼一对一对啦。伫第7章第20节安尼讲讲，每一种的公的母的吼，有七对啦。但是呢，无清气的公跟母的较一对尔啦，所以分作这个有清气的甲无清气的啦。啊，伊安尼是比较较合理啦，因为这個大水了后，那啊用动物的限制，伊若讲拢一对一对吼，啊限制落啊地就减去啊吼，啊所以有讲，迄个清气有七对。啊，这个船的这個中间是啊，咧和那啊伊的母。三个子、三个新妇在大的所在啦吼。照这个故事，圣经的故事在讲起讲第6章第10节讲，那阿无有缺点啦，是当代唯一的好人啦，其他的人拢是邪恶的啦。啊那安尼吼，咱咪会怀疑讲。啊，是安怎？上帝佮救伊个母，佮伊遐个囝，佮新妇，遐嘛是讲歹人呢？伊是讲那阿是一个是迄落唯一的好人。啊，你若看这个故事吼，讲是唯一的好人，这嘛是有问题，因为伊这个大水了后，有种葡萄啊，做葡萄树啊，做酒。讲啉啊酒醉，不但酒醉，讲拢裸体啦，啊拢倒伫涂骹啦，啊讲这是世界唯一的好人啦。这个 Ken Ham 开设这个 Noah Ark Park 的目的是讲要宣告啦，伊讲现在世界太世俗化啦。所以，伊要引出人来相信上帝，来看这只大船吼，来接受圣经的真理啦。啊，咱即马要问讲，这那阿大船啊，这大水，这是毋是历史的事件呢？啊，是神话啦。那保守派吼，诶，基督徒拢想讲这是实在发生的啦，历史事件啦吼。这个我捌听到讲，这个咱迄个中国的牧师啊，咧解释讲，这只那阿船吼，哦，有8个人伫这只船吼，这咱古早已经知影啦，所以迄个
中国字吼，迄个准安怎写呢？准写讲安尼啦，讲啊个背靠啦，讲有背人啦，有背的人伫遐啦。我讲，所以伫中国早就知影讲这个哪啊的这个故事啦。但是我去调查吼，迄个准的正确的写法是安尼啦。电脑病了，哈，迄不是病了吼。但是开放派吼，咱爱知影，即基督教有保守派、开放派。开放派基督徒就咪讲，这不是历史的事实，这是一个神话。啊，你若知影迄当时吼，美索不达米亚嘛有一个大船、大水的神话。Gilgamesh， 照圣经学者吼，这个拿阿这个大船，这个神话是对遐受遐影响来的。对这个宗教的讲讲来看吼，讲神话，咱按往往想讲，神话就是假的啊，不是呢？宗教学来讲，讲神话不是假的，神话是要表达宗教信仰的一个方法，是宗教的语言。这就是讲，那开放的学者、基督徒，就咪讲，那大船不是历史的事实啦，是咧表达因对上帝的信仰，讲上帝咧奖励义人。咧刑罚歹人，这个观念安尼尔啦吼。啊，我讲第二个消息啦吼，就是我有看一篇这个开放派对这个永生的看法啦吼，叫 Everlasting Life， 诶 ，Progressive Perspective。开放的基督徒要安怎了解这个死后的问题啦？这是一个 Bruce Eberle， 一个啊是宗教学家写的啦吼。关于这个死后的问题，各宗教有无相的表啊的这个看法啦，啊是信仰啦吼，有迄轮回啦。啊，有迄个天堂地狱啊，这啦。但是伫基督教的内底吼，传统保守派甲开放派吼，嘛是无相。啊，这个保守派对这个死后的看法吼，有几个特色啦。第一，就是讲起讲死后。那不是天堂，就是地狱啦，这个两分法啦。啊，第二点呢，讲这个有限的这个罪，咱伫地面上犯的是有限的罪，但是恁要去地狱是永远无限的刑罚啦。这是第二个特色啦。第三个特色就是讲，恁若无信耶稣的人吼，袂当进天堂啊。啊，去地狱啦！啊，第四个特色咧，讲保守派用这款地狱这个恐惧来的方法来咧传教，让人会惊。讲你若无信，你就落地狱啊！所以你就来信啊！这个 Bruce Eberle 吼提出伊这个死后这款开放。的基督教的看法啦，啊，这有什么特色嘞？讲第一，今生甲来生吼是继续呀 ，continuity between this life and the next。换句话讲，来生是今生的继续啊。第二，今生的这个互相依靠，一种 interdependence，
伫来生还是继续？第三，咱伫这个来生，佮继续咧创造，这就是讲，迄个永生啊，是包含这个 spiritual evolution 灵性上的这个 engine。在来生啊，咱继续咧成长。第四点，讲上帝听是普遍的，包含伊所包含所创被造的，这就是讲死后上帝继续听迄个被造的，互因继续成长。换句话讲吼，就是无地角啦。开放派基督教无相信有地角的存在啦。我对这个我的死后的这个看法，和这个 Bruce Appleby 有相像的所在啦。我讲，咱吼袂当知影死后的代志。We cannot know， 咱无个知识，咱唔知，因为咱无法度证明，咱只有会当相信 ，believe， 唔是 know，believe， 之后的代志是一种 believe， 但是这个 believe 有两种，一种是合理的信仰，一种是不合理的。我感觉这个保守派的这个死后的信仰是不合理的信仰啊，是安怎？是安怎讲？第一，一种天堂，第一这种极端的对立啊，将人类分作不是好人就歹人啦，就恶，不是恶就白啦，其实人。好人甲歹人中间足济，即个等级啦吼。所以这种天堂地狱的看法吼，无符合上帝的公义。第二，地狱即个永远的即个刑罚吼，是等于否定上帝普遍无限的听。基督徒，但相信讲上帝无限的听，是安怎？迄个刑罚是永永远远无停的呢？这都无符合伊的听嘛。第三，这个保守派传统的这个永生啦吼，人民讲这个永生是一种永远的天堂的安息啦吼。天堂那像是一个养老院啦吼，这种是一种静态的生命啦，这种生命我感觉无什么意义啦。开放派对这来生的看法吼，我感觉比较合理。个理由咧，第一，全人类死后拢会当得到永生啦。因为上帝听包含伊所创造一切人啦，无论你好人歹人吼，有永生，无迄个地狱。第二咧，但是这个永生吼，有无共停诶，这个层次啦。因为今生每一个人有无相的成就啊。来生就是今生的继续，这种看法吼，我想是比较符合上帝的公正。第三吼，上帝创造所有的生命，咱有当时啊想讲啊，过去是安怎？这个婴儿吼，死亡率足悬的啦，足侪囡仔 baby 啊都死去啊啦。
啊，神啊，上帝创造人的生命，啊，较好食的，这囡仔安尼遐早死的吼。这那像是讲上帝无公平呢，互人有生命，但是安尼无偌久就互死呢。但是用这个较开放的眼光来看吼，来解释吼，上帝唔是无公平啦。因为这个 baby 囡仔吼，今生虽然活几年吼，但是伊还佫有来生来继续，来生是一种继续的 continuity。继续来成长，所以第四，这个开放派，这个恩性的信仰吼，是较 positive 积极的啦，有恩情的，有成长的，啊，这种的生命吼，较有意义啦，较有价值。好，我讲安尼为止，多谢。